有点吃臭豆腐。要不要吃臭豆腐？哎，不要乱推啦！如果点来是我们大家一起吃的。那你也不要推走，我要吃啊！姐姐，你要不要吃臭豆腐？不要，妈妈，你要不要吃？不用，我有点汤。我也要喝汤。好，那我吃臭豆腐啊。我吃空气。姐姐，吃空气哦。你要吃晚餐，你吃晚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吃啊？这个臭豆腐好吃，要不要？我。不要强迫他。没有强迫他。好，对不起，那我帮你擦一擦。你说对不起，可以原谅他吗？你不吃我就不问你好不好？哦，不强迫你，不强迫你，这爸爸自己吃就好。我把这个臭豆腐给他插进青菜，这样的话它吃起来会特别好吃，因为这个青菜它不会辣，它甜甜的，配上臭豆腐完美。好，你不吃就算了，爸爸吃光光。没有那么夸张了。它其实就是外国人闻起来很臭，但其实它一点不臭，它很香啊，好不好？你闻，闻，臭吗？弟弟，你闻会不会臭？有一点点马拉松的味道。哎，你还对，你还对。